在安全上也没没有，有那个手机里面的，把它关掉去，关闭的把它这样哦，然后对无聊这样的哦，就是要沟通你这两个人，比如有的人要加强沟通，还有比如你做做啥了，把它不讲究，加强路不理解，赶紧把把它不讲嘛，手机里面嘛，然后比如我们就搞什么，比如我们就搞什么，真的是立马的。把它不讲理啊，都是不讲理啊。那把它不讲理，那个东西交不在啊。所以说，把它不讲理，你听懂吗？毕竟你说的话，你不要把它不讲理，那个东西，把它不了不了，把它完全不讲理，那个就不讲理的。过多过夜，被过在家里睡觉，把它不讲理，不嘛是吧？一老年人嘛，别讲的，这很奇怪。尤其平台有嘛，就那个标杯嘛，晓得吧？尤其平台有嘛，不然把它你这样不断，大家不对，那个平台有嘛？哎，然后光后边，这个大人嘛就提呢，光后边，把他顾掉嘛，肯定要把他顾掉嘛，大人嘛就得给他弄下。哎，现在几乎你老外，你再干不再干啊？再干两光后边，不了，还都肯定大人嘛就完了。大家顾掉你，大家肯定要顾好。这个把他呀，把肯定要顾掉你，不要顾光后边，啊，还要把他顾掉你了，你老外讲你这个了，哎，没的，把他顾掉了，就是顾别的，加上路。高一把它不高一，哎，老板了，明年嘛就是吧，别人多少把它明年的，别人把它那什么差不多了，马家那边今年把它就是干不了，高比就是多钱了，多少把它明年赶紧三块钱了，多钱一点真的是比较好，真的是比较好，啊，真的是因为那一路表，因为那一路表的，再加上那物理的，就是一亿嘛，多少把它家里啊，今年明年，今年明年多钱呢？特别少。都旅游，都把他们留下。这三个娃的悄悄的，不让把人家留进来，留进来，留进来把路上的，不让把他们都留下。那么的，这干的，他，还有把他房租开下都是不便宜，加上来，这些把他留下走路，更不留下，把他房租的，他们，还有不便宜加上来，哪边哪边，把他房租那边的，把他房租那边的，这都干不起了，要干不留下，把他房租。哎，然后我哎，在那里买的，买多少阿达？叫多少阿达？多少阿达的阿达？多少阿达家里人家把刀拿回来的？过年的也包完了。哎，那过年的六个月的都是米的呀。还有多少年的？还有多少米的？还有多少？叫多少？不着，多少？阿达不着买的，阿达不着我不着你，来看你的。叫多少？家里人都是你，家里人都是。都听你讲的，我们就老百姓的。但是楼梯啊，就楼梯，你修的快点嘛，就老讲不起那个，就老也讲不起那个。反正不讲你呢，那个天价你，不得加上来，有到五百嘛，我们国家的，非常厉害嘛，不如吧，厉害嘛。多少？厉害哦，多少嘛？管理怎么样？厉害哦，多少嘛？管理怎么样？反正就是比较高嘛，五百加五，五百加五，五百多亿，就老多吧，五百应该有点厉害。五年应该要是了，你呢？八百，那边不是叫你八百？五年交两年一百，你嘛咯？你少的嘛，然后现在路边五年讲的不嘛，八百啊，应该要不变数嘛？你那个多少年不懂嘛？加送嘛吧？多少？你交过嘛？五年你加出来了，你都不交了。你那个出来嘛？你交了交多少嘞？加送嘛吧？你没？还有多少？今年我们多少路没？加送没五年就不得嘛？还有今年刚刚放那个五年，你加今年送没不懂嘛？送没不懂嘛？哎，村里边的屋里家里，他这边村里，哪里有村里？村里边上高楼的，这个楼嘛，你家把头过开了，这个楼嘛，这边的过路又过把大路，哪也不懂，不会的，你搞完了呢？搞完了，你是楼里没钱交嘛？屋里家里出的，你这边的屋里家过来，估计留个账单的，你都在别的地方干嘛的？哎，这个楼把楼的，你都是老人嘛，老人嘛，屋里家里工地是吧？哎，工地有这个楼。你都过不了把刀的，你还有啊？这都点下面点下刀的，这都把那点下面点下的，你懂吗？屋里点下点下哪面 ？OK， 你呀，屋里不上光，不上下刀一点点，兄弟，屋里点点，兄弟，屋里点都不一样。哎呀妈，你都差不了，你都差不了没？哎，屋里嘛在上面，那要不屋里都差下来的，屋里的，下刀下刀点都点嘛的，一点水哟，好厉害啊，好厉害啊！哎，老弟，我那边下刀下刀。在这些方面的注意注意，你两个人要安排一下，有些七八岁的，压力都大啊。大家都一块钱忙，一块钱忙，你老是心里写的嘛，压力都很大，压力没你嘛。五百块，五
်ပြည်ကတည်းကကြဆုံးသွားမယ်တရားစီရင်တဲ့ဆွေးနွေးပြီပါတရားစီရင်တဲ့ဆွေးနွေးပြီပါဒီကြောင့်ပြည်သူကိုကုလားဟိုဒီမှာလည်းရောက်ကြ